再买点这葱苗，上一次摘葱的时候摘的有点少，我爸说再买一点，买上这一捆。大家好，我是玲姐。这几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明天我要去医院看一下医生，所以明天后天回不来，今天回来给我爸做两天的饭菜。我们到了，今天我朋友又来给我帮忙了。回来的时候给我爸买的凉皮，买我们这的菜豆腐没买到，去的有点晚了没买到，让他先吃碗凉皮，等会给他做饭。没得，他看得到，看不到，没得东西。妈，我不爱，你要不爱你就吃。俺上爸爸，嗯，这是一个棚布的新的，买还没用，俺拿回来偶尔啊，棚。给我爸买的小米、南瓜、玉米粥。爸爸家给你买了几块葱的啊，我给你打开啊。所以媳妇，你早晨赶紧开一葱的啊。等会儿晾好冰了，我一打开。哎，我打开我那个我。经常我们大姐哥打，是。他我要啥皮皮？放到电饭锅给我爸熬一点小米粥，熬到锅上，等会再给他做饭。小米粥放到那，他明天了可以热着吃。带上一条水，去把刚才买回来的葱苗去摘一下。上一次摘的葱有点少，我爸说再摘一点，今天买了点葱苗。这水咋这么小呀？洗敷衍敷衍，俺来去，俺要去块漂漂呢。俺、爸爸，俺说俺先，你搁这，俺我爸抱着葱苗，让他不要奶，他要奶。那把锄头给俺，锄头给俺，搞好俺来。我都爱吃这，都爱吃这嘛。这是个小的，啊，是小的，哎，他妈的。
我来来俺泡沫想想着吧，我去装一点苦，总的没有事。我是啥？那怎么真啊？那是我干是啥嘛？那是我个弟弟，那是啥？啊？啊？我个弟弟那是啥？我看我的姑娘嘞。人海之中，人潮汹涌。之中不见彩虹，我的天空乌云聚拢，不知道明天何去何从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痛，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，受伤的心灵就像寒冬，安静的夜里难以入梦，这一路真的越走越冷，感觉自己今天又中了这些，前几天不是种在那边了，有点少。这是一点香菜，也出苗了。今天还种了这些，前段时间先种的，已经都长得那么好了。大葱我们种完了，现在回去做饭了。刚才走的时候熬的小米粥肯定也好了。嗯，做了饭呀，叫你爸捏一。面疙瘩，土豆片、豆角、西红柿煮的面疙瘩，给我爸做了两天的饭，剩下熬肉、炒的花菜，这是山药，这是韭黄，还有炒鸡蛋，这是蘑菇，还有给我爸熬的小米粥。
还有这做好的这个疙瘩饭，过来还给他做点米饭，反正是两天的饭菜。还给我爸包了一点馄饨放到冰箱。饭做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吃饭了。人海之中，人潮汹涌。